家早上好，我们是来自北海慈济金子人文班的，我是二年级的郑佳莹，我是五年级的张嘉轩，我是志玲。我们今天接香莹师姐素食Go Go Go的棒子，我们今天要煮的是姜黄蘑菇素食面。今天我们的材料有番茄素食面、姜黄辣酱、素食料理粉、蘑菇、菠菜、萝卜。首先我们要把菠菜和蘑菇洗干净，首先我们要把面给煮熟，接着我们要把蘑菇和萝卜放进煮滚的水，最后我们要加入素食料理粉，最后我们要把姜黄辣酱放进面里，我们的素食面就完成了。棒子就交给下一位的你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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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素食 go go go